治疗，我经历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痛苦。我的家庭也不堪重负，但我不想死。我21年的奋斗和努力还没有化为光，化作光和热。中共19大临近，关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否留任，仍是目前各界关注热点。有分析认为，王岐山曾提出的到站下车干5年时间等，不过是政治家在官场上的晃眼招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19大前见分晓，可能是他的真意。7月30日，海外媒体刊登署名程伟军的文章，盘点王岐山关于是否留任下届常委的言论，认为王岐山流露到站下车或是官场政客晃眼招数。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时，曾对有人称，本届任期5年，他将以倒计时的心态，逐步往前推进，力争为彻底扭转风气，遏制腐败打好基础。2014年8月25日，王岐山在政协会议上与政协常委互动的阶段，当被问及反腐要抓多长时间时，王岐山答道，大概3年以后我就该退了，但是这些事情起码就要连续性抓5年。但是此前中共官方稿关于政协会议王岐山讲话并无披露这个消息。文章说，从网络上能够找到的信息看，在中共政协会议上，王岐山公开披露他只有5年时间，但大概3年以后我就该退了，这句话确实不在其中。王岐山有我得抓5年的说法，背景是对习近平关于8项规定讲话理解。习近平说8项规定的落实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19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习近平王岐山上台后的反腐败运动，2年内就有超过10万中共贪官落马，数量之大令外界震惊。有分析认为，二人强力动身格反腐在取得民众赞誉的同时，也得罪了中共官场贪腐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尤其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派系。如何使王岐山离开或早日离开反腐关键职位，一直被认为是腐败势力的最大期盼。但事与愿违，有关王岐山可能连任甚至破格连任的消息不断。今年4月份，香港前哨杂志披露，有来自习近平阵营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王岐山在反腐工作上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习近平已经向王表明了19大将对其破格留任的部署。几乎同一时间，港媒《争鸣》杂志4月号也爆料称，中共退休元老宋平、朱镕基、吴邦国及迟浩田、吴仪等人再次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王岐山在中共19大留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并高度赞扬王岐山打老虎的坚定性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而2015年中共18大五中全会之前，有爆料称，曾有100多名高层中共官员联名请愿，主张王岐山下届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要求中共中央将这一要求作为正式议题进行讨论。但最引外界瞩目的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北戴河会议。港媒披露，习近平可能在会议上将要研讨3大议题：一、是否取消中共常委制度；二、是否废除中共政治局规定的7上8下；三、是否废除中共党内隔代制定下一届接班人等。其中第二条被认为是专门针对王岐山的年龄问题提出的。时政分析人士唐晋远认为，王岐山是否留任中纪委书记目前仍难下结论，但他多次明确表示要在19大前见分晓，而且指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如果没有通过反腐解决中共体制内敌对派系的威胁，即使他表示5年走人等言论，也只能看作是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麻痹对手的烟雾弹。中共19大将近，高层人事布局也密集展开。习近平当局已出台跨越19大的纲要，废除了中共7上8下的规则，为打虎干将王岐山留任创造了条件。距中共19大开锣尚有15个月，但中共各派系卡位战早已于无声处激扬进行中。习近平当局近期撤换了中共青海、江西、山西、江苏等4省省委书记，交派3名地方大员，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山西省委书记王如林被免职，转任中共人大闲职。同时，习近平的旧部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仅5个月的刘奇出任江西代省长，至此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老家江西全部失守，习近平再拿下1省。有评论称，上述人事调整是习近平为19大的布局，从年龄看，多数新任者可以过渡到19大，人事安排相信是19大的重中之重。作为习近平的最重要打虎搭档王岐山，由于到中共19大时已经超过68岁，正好属于中共规定的7上8下的8下的范围，王岐山能否留任至今仍是个谜。
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报道称，中共的七上八下规则的这个户籍商人的怪胎，早在前年12月就被废除。中组部在习近平授意之下，2014年12月就下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注意，纲要是横跨2017年十九大的。纲要明确提出，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核，一刀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平时调整的年龄界限。报道称，既然纲要早已颁发，十九大照章办事不就得了。同时，习近平当局2015年7月再次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中共官员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却因工作需要而延迟免职的，应当按照官员管理许可权，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报上一级党组织同意。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当局出台的这两个规定，为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连任扫清了障碍。消息人士向外透露，因王岐山在反腐工作上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习近平已经向王表明了十九大将破格请他连任的部署。港媒曾报道，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曾有100多名高层官员联名请愿，主张王岐山应在十九大上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要求当局将这一要求作为正式议题进行讨论。公开资料显示，将近60岁的于铁民曾先后担任武警黑龙江总队副参谋长、武警江苏总队副总队长。2010年12月，接替到龄退役的孙玉毅任武警江苏总队总队长。去年1月，于铁民退役，一年后被查。7月26号，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中共人大网6月初发布了一份2月底就通过的报告。第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报告称，已退役一年多的武警江苏省总队原司令员于铁民少将，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辞去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于铁民的代表资格终止。旧闻炒出来，我觉得就是有明确的宣誓意义。已经被处理的这些人反映出来，整个江苏的官场跟周永康啊，跟江派联系十分密切的，所以应该是对那些还在为江派势力站台的人一个警告。今年以来，江苏官场地震不断。5月30号，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被公布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调查。这是继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和江苏省委前常委兼秘书长赵少林等落马后，江苏被查的又一只省部级老虎。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波认为，此时公布武警江苏总队原司令员于铁民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有为北戴河会议祭旗的效应。武警这个司令员是江苏的，可能是江派的人马，这个人可能要走司法程序，要走司法程序，首先就要剥夺他人大代表身份，是为北戴河会议祭旗的一个效应。与此同时，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报道，6月28号，辽宁省公安系统在全省采取统一行动，在大连、沈阳等地绑架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据报，此次绑架案是由公安部直接指挥，辽宁省政法委610操纵。大纪元专栏作家周晓辉认为，这其中有江派背景的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副部长兼610办主任黄明等人值得怀疑。周晓辉分析，黄明在2006年至2008年任江苏省公安厅长兼武警江苏省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时，于铁民任武警江苏总队副队长，是黄明的直接下属。在中纪委巡视组将矛头前所未有的指向了610和公安部之际，黄明指挥辽宁大抓捕，意在搅局，继续在法轮功问题上捆绑不支持迫害的习近平。因此，周晓辉认为，这时公布于铁民违纪，大有警告意味。和于铁民同时被公布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还有中科院原副院长赵胜轩、原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水生。同一天，还有四川原副省长李成云、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邢台市委原副书记赵长福被移送司法。这是北戴河会议的前奏，因为这次北戴河会议有好些个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可能预计到对立面会加以阻击，他们已经拿下一些人来警告对立面。旅美时政评论员李善建认为，
中纪委持续公布打下的老虎是为了维持反腐的高压态势。不过他说，打虎到今天，民众对一般的老虎已经兴趣不大。现在我想，无论是民众包括当权的人，其实最重视的就是最后两派势力的摊牌，习近平对整个江派势力的彻底的处理，是大家都在期待的，而且很快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李山建预计，今年即使还有北戴河会议，中共老人们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了。王岐山会否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继续执掌中纪委反腐大任，目前成为外界关注热点。有消息称，王岐山绝不会留任，已经安排好了三个班底人选，备作下届中纪委书记的副手。分析认为，如果上述情况成真，王岐山退休前或会做出更大动作。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7月号披露，北京传出未经证实消息称，王岐山绝不留任下届中纪委书记一职，这一点比取消常委制更确定。习近平一直力劝王岐山能够留任。消息称，但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何人能够接任王岐山做下届中纪委书记，但王岐山看好的班底人物被认为有三个。一个是现任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官至正部级，现在已经有独立召开专题会议权力。一个是黑龙江省纪委书记上调中纪委的王长松，属于60后。再一个是现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的邓修明，比王长松小两岁。以上三人成为下届中纪委常委被认为都无疑问。虽然王岐山是否连任下届中纪委书记目前仍旧是谜，但十九大前期将会采取大动作，为界内反腐画上句号的做法被认为已有征兆。6月22日，中纪委网站报道，王岐山以中央巡视小组组长身份出席第10轮巡视工作动员会议，部署对32个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巡视，同时对四省市开展回头看。王岐山表示，要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监督全覆盖的目标。目前距离中共十九大还有一年多时间，中共官媒分析，王岐山本次采取倒计时的方式安排任务，给本届巡视工作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增加了反腐打虎的紧迫感。今年五月发生的北京雷洋案一度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习近平曾对此做出严厉批示，要求公开依法查处事件，挽回影响。诡异的是，雷洋案近期突然变得悄无声息。有消息称，习近平的批示遭到公安文宣系统的抵制，公安部门一方面拖延对涉案警察的处理，一方面以巨额赔偿诱惑雷洋家人，希望他们能放弃对涉案警察的刑事追究。雷洋死亡事件发生于5月7日晚，当时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硕士生雷洋去机场接机途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为由扣押，并于当晚离奇死亡。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7月27日报道称，北京政坛人士透露，雷洋事件引发许多关注，舆论对公安执法草菅人命表示强烈不满，社会大众对生命安全保障失去信心。对此，习近平在新华社内参作出批示，要求公安部门一定要规范执法，同时要公开依法查处事件，挽回影响，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5月20日午，习近平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小组第24次会议上，有针对性的专门提出有关问题。京城消息指，习近平对雷洋案的批示十分尖锐，直截了当，就是要公安部依法严肃处理执法犯法的害群之马。博文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因为有习的批示，北京市公安局才不得不忍痛对涉案的昌平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辅警周某采取措施，然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他们实施逮捕。知情者指，雷洋家人聘请的著名刑事律师陈有希坚持认为，涉案警察罪名不能定性为玩忽职守，应是故意伤害致死、滥用职权、伪造隐匿证据三项罪，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名。目前虽然两名涉案警察已被逮捕，但是该案的进展却再度陷于沉寂之中。有消息称，雷洋事件因为得到习近平亲自批示，公安部不得不指令北京公安处理了两名警务人员，但公安同时以队伍内部震荡太大不利工作为由拖延不究，公安内部甚至有人叫嚣绝不能开这个口子。同时，公安部门以巨额赔偿诱惑雷洋家人，包括雷洋的妻子和他在湖南的父母，希望他们放弃对涉案公安的刑事追究。据透露，当局给雷洋妻子的开价是700万元人民币。7月16日，微博热传一条来自微博号荣建的消息，通报雷洋事件的几点情况。一、上边在做雷洋家属的工作，湖南方面是政府部门布置下来的，北京方面是公安内部人士，就是想让家属撤诉，家属深感安全受到威胁。
人大校友在帮助家属，鼓励家属挺住，一定要坚持下去。二，人大校友自愿募捐，迄今为止已募集100万元，已转到家属手中。据报道，习近平要求公开依法处理雷洋事件的批示，遇到了公安、政法系统的抵制，再加文宣部门配合封杀有关舆论，雷洋事件能否得到依法、公正的处理，目前尚难预料。此前就有分析称，对涉案被捕的警察，当局判刑不会太重。主要原因是政法系统中下层人员大部分是周永康时代培养的江派打手，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仍然惯用无法无天的恶习，并且暗中抵制着习近平的各类政策。早在今年5月底，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就曾表示，目前政法系统依然在顽抗习近平的依法治国，雷洋案很难得到公正解决。在水一方表示，在习近平上台至今，政法系统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不被清算，一直在跟习作对，对习的政策反向执行。在彻底清洗政法系统之前，依法治国只能是一句口号，政法系统仍然会在其无法无天的惯性下照常运作，